型呢，看上去很难，但是如果你掌握了荷兰编法的技巧的话呢，你就很容易能够做出这个造型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当然你需要一把梳子把头发梳顺，你想的话呢，这个是 optional， 你可以有一个这种小的饰品。我呢就用这个小的耳坠来代替，因为我呢刚洗完头发，头发很蓬，不是特别好编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如果你跟我头发是差不多的情况，你可以先打一点水把它弄湿，尤其是发尾，这样的话呢会好编很多。好，我现在呢把发尾呢就是打湿一点。如果你的头发是第二天的话呢，本身头发里面就会有油，本身的话呢就会很好编了。我们先把头发梳顺，然后呢我们就编这个荷兰辫儿。我们再要想一下从哪儿开始。我呢是从右边开始，右边开始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最后这个花的结束呢就在左边。如果你是从左边开始编的话，那么这个花的结束呢就在你的右边。好，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是从脸的这个上面的斜角这块开始，就是编这种絮的三股的荷兰辫。如果大家不知道荷兰辫怎么编呢，我会把我之前的荷兰编法也放在我的具体的介绍下面，然后大家可以温习一下。大家编前面的时候呢可以照着镜编，这样的话呢线条呢会看得更清楚，然后编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时调整。编到这一块呢，就自然的拐过来了。我们编到这个角了，然后呢我们再自然的往这边拐。